好，我是盖伊。今天呢，我们大家要来玩一个游戏。那这个游戏呢，我取名叫做“空气深蹲”。为什么要叫空气深蹲？等一下呢，我们一个人会深蹲三次，三种不同的重量：空杠、一般重、超级重。然后去蹲的那个人呢，剩下的三个人要从他的表情、他的肢体动作看起来吃不吃力啊，去猜他到底哪一次蹲的是空杠。那如果你被两个人猜到你哪一次蹲空杠，那么你就要接受惩罚，因为你的演技太烂，被大家猜到了。那这个惩罚呢，今天我出了一些非常刺激的真心话，所以说盖伊这就是一个肌肉巨巨的演技考验咯。没错，我们在座各位都是肌肉巨巨。肌肉巨巨，肌肉巨巨，肌肉。好，我们第一位蔡老师开始。好，加油，好好演啊！我策略就是没有策略，随便乱弄。啊、你是我随便看我当下的感觉，啊、想怎么蹲就怎么蹲。第一蹲，来吧，走。来，上腰带。哦，哇，速度。这个速度，这个杠的质量，哎呀，我看他这就应该就是空杠，我觉得应该不是，是吗？你看他那个杠最后有点要弯掉那种轻的感觉，我觉得他是特爱伊，他是特爱伊，他自己把他翘弯，没错，他特爱伊。我觉得他就是空杠，我也觉得，就是看起来很飘，不要太急着下定论，待会看他第二蹲好了。这个速度看起来也很轻，看起来也很轻，也很轻。哦、okay. 哦，我知道他的策略，我看他就是都一样，一百应该看起来是也是这样子，表现他的很会蹲的感觉。跟最后一蹲，好，第三蹲，好，来，可以。哇，这感觉有点重哎，这感觉。他的表情出卖了他。三个蹲脚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我就没什么差别。我们一二三好好讲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一二三，就第三个。你好吗？来，可以。公布答案，所以是三个，就是第三个。来、哦，可以。光速蹲。是这个吗？这一个好。打开，大声念出来。说出盖伊拍过最烂的一部片。啊，这有三人，世纪大烂，这好难哦。等一下，我们其实大家都可以讲一下，因为我们其实心目中已经拍了一部片，你有一部啊，这么想要回答，真的，我觉得都还不错，就是特别烂的，好难选啊。你就选一个我们两个一起拍过的好了。你是说这个唱歌的这个怎么样？第一部我觉得很棒啊，第一个很强哎、欸。真的很强，只是没人看，没人看，对啊，不能看超多次的，对，真的有点太有趣，我真的想不出来什么烂，换一个，不，波波他觉得哪个最烂？你觉得哪个最烂？其实我觉得Jojo还蛮烂，对啊，是不是因为他给他汤嘛？你觉得不？对，我不开心。他是等到这部片拍完以后，还要跟我讲什么意思？啊，汤嘛就是日文脑袋头脑的意思，对，啊，哈给就是秃。你觉得我会讲这种话吗？阿给阿汤嘛就是秃头。你觉得我会讲这种话吗？所以那时候 Abby 召唤你的时候，就是阿给阿汤嘛就是秃头，然后你就反正阿给阿汤嘛，阿给，我不开心。说出在场每个人的一个缺点。我觉得我应该是完美无缺的。你看从他这句话讲出来怎么样？你没有，你是觉得很好吗？我觉得很好，很有自信，非常好。狂妄，小人他缺点就是有大头症，他大头症超级严重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自己帮自己企划一个，自己去站在海边还是站在哪里，然后他就看有谁会认出他来，对，根本就没有。这个喜欢穿拖鞋嘛，啊，
就是在健身房穿拖鞋。我的缺点这么无聊，就是穿不喜欢穿鞋子。那九燕的缺点，九燕缺点就是衣服穿太多了。身为一个公司负责人，也是为业绩着想，我能明白，对，衣服我能体谅你，对，这是缺点要改。好的，那我们第二位演员九燕。换我，那你来出发。我等一下想要把很轻的杠演得很重，然后要奇形怪状，然后慢慢的上。九月第一段。这个深蹲，这个重量会不会比较重一点？哎呦，有在演，在演。在演呢，这感觉是有重量，有算是有重量吗？有重量。好，第二蹲，九燕有信心。好，来第二蹲。可以。很重，这个姿势很标准。这个姿势，这个很重，这个非常重。我直接第二蹲我把它删掉，删除法。九蹲，第三蹲，我先试一下。有，好来，认真看一下。可以。前倾角度很大，哇，这个居肉居居，很难猜哦，两个完蛋了。但我觉得其实还蛮轻松的嘛。好，就冲着这句话，我觉得就是第三蹲。我觉得第三蹲。这样我们就全部压在同一个你们确定要选第三蹲？对，我们都选第三蹲，一致通过。空杠就是第三蹲，耶、yeah! ！你知道个很大的败笔是什么？什么？其实还蛮轻的嘛。其实还蛮轻松的嘛。这个就是想要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。对，此地无银三百两，没错。是吗？请大声念出你的真心话，用一句话形容在场的每一个人。药师吗？默默的讲话很直接。药师就是在平常的时候都不讲话，但是他如果一讲出话，就会非常的讲到心坎里的中肯，然后是比较负面的那一种。你可以举例吗？对，是不是我最近好像男人味比较重？然后他就说。没有，你只是变油而已。你完全没有想要安慰人家。对，盖伊就是非常腼腆有礼貌。啊？然后笑容中带一点点猥琐。但是要做自己，应该要做自己。对，我做自己，我猥琐怎么样？我承认了。光头王就是他就是满嘴脏话。如果在他旁边五分钟，差不多可以数出20次会出现这么夸张，对，一句话会有2次。他的确是很做自己。我觉得接下来就值得期待，就三剑客的两大演技派的要来尬戏。我等一下会从最重的开始，然后呢？然后再第二个就是空杠。然后第三个就是第二个、你用一个错乱的方式来混淆他们。没错，光头波波第一蹲，行不行啊？可以，那你要再演吗？这我们太夸张了一点。其实很难猜，很烦哎。第二蹲，他是用演技来扰乱删除法，他是以假乱真型。
化的眼睛。哦，这有亲的感觉。三蹲，接着看一下。第三蹲，根本没在喘，来出。但是我心里已经有一个答案了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二。第一个。画的眼睛行不行啊？别别别别！公布答案。好，公布答案，答案是第二个。Yeah！骗得过九 M， 骗不了我们。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好吗？大声念出你的真心话。曾经性幻想过的女性。哦，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。红豆妹妹。他讲用我们谁？红豆妹妹。红豆妹妹。谁？红豆妹妹。这是谁？周楚红吗？你他妈讲一个大家听得懂的吗？她的笑容让你。好，大家看一下。所以你是喜欢她的笑容？是，她长得也很好看。大家可能会听过名字，但是可能对脸比较没那么印象。因为钟楚红现在应该已经60了吧？她如果60，啊，波波你40，对啊，所以那应该没，所以就幻想。OK， 那就轮到我去了，最后一个，大家好好猜一下。等一下呢，我想他们应该是会预判我轻的会故意蹲很重，然后重的会故意蹲很轻。但是呢，我就预判了你们的预判。我三个都蹲超重，我看你要怎么猜。本来一，有重的。太夸张了！浮夸的演技。哦，哦，重重重！好，接我。来来。是啊，要不要把这两重？平常也没叫我大哥。这个很轻，这个我一看就很轻。感觉他是轻的，不是很烦哎，干什么呢？能猜？不，啊，好，OK， 好来，啊，这个有重量，感觉这是轻的，感觉是有重量，我意见分歧了。妈的嘞！很难猜哦，他每个都他都把那个杠子摇摇去，这样很难看，你知道吗？一、二、三、三。都觉得是第三个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就觉得这个，因为他真的有轻的感觉，而且他还假装很重，
对，而且就是杠子飘，可是他每个都演得这样很烦。对，可是因为他杠子飘了，正确答案就是第三个。耶！刚才被三个人猜中，三个人，你看他的演技有多烂。空杠吗？演技问题。你的一百弄得像两百一样，一百因为一百明明是整清啊，这样都骗不了你们。就是你最后一个感觉能有前后感觉，那个应该两百才会出现这种症状，可是我们里面没有两百，知道吗？真心话题就剩最后一题了。如果要跟三剑客漂流到无人岛，你会选谁？那我只能选药师或波波其中一个人啊。对，你要选谁？药师。为什么？这个更不用想了、啊，因为波波，因为这有一个问题，波波他需要人照顾。然后我是说，如果我四十岁的时候，他就六十岁，对，我还要照顾他。对，那今天是我会不会这么选？今天他如果离开了，我剩我一个人，我会很难。对。我跟他的话，我可能会先走。对， okay, 那至少我就不用一个人在上面孤单了。对对对，啊、我是主要是你又知道了，来赚来的。说真的，如果让我选的话，我也会选年轻的那一个。如果你选一个老的，对，你还要照顾他。啊，如果他走了以后，你怎么办？我刚刚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，好沉重。我也会这么选。人生的选择题好难哦。九妹，你要选哪一个？我吗？对对，好难选哦。我思考一下，真的好像不能选波波哎、欸，不能选波波，你们有听到吗？啊，波波刚妄想那么久，啊，对了吗？是年龄的问题。好，那没有，我们现在怎么问？把这一题再改掉。我知道，你们三个都一样年轻。对，没错，我们三个都三十岁就对了。对，假设我们三个都三十，对，要选一个在无人岛过一辈子。好嘞，九位选一位。好，那我选波波好了。为什么？哦，因为他太可怜了。因为波波话比较多。哦，对，波波话比较多。哦，这也是一个优点哦。对，太虚幻。你喜欢话多的。热闹，喜欢话，你不喜欢那个平常不讲话，然后一讲话就那个重伤你。优点我也觉得，你们无人岛见。那我们的第一届这个空气深蹲，结果我们四个人全部都被猜到，哎，真的好弱，还是我们太会猜，好难演。我觉得我们太会观察那个杠的感觉。对，因为大家都很会深蹲了，所以大概都知道空杠扛起来大概会怎样。我觉得我们下次如果要蹲，把杠子切掉应该就会好。杠子切掉，就是只能看到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那个镜头，我们要只对着人。你说只对着脸，脸特写就是不是对，或者是身体中间特写。那你的表情都很好，这样你看不到别的地方。你说脊椎中立的部分，对，完全看不到。但这样有点太难猜了，跟没有看就是脸。你干脆都不要，都把人干起来。你说我选中心好不好？不是我意思，不是我意思，说中间那一条就好，旁边都没有。好，那今天这个空气深蹲的议题呢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庄先生，就是一位网友啦，他很热心的提供一个主题给我，问我说，哎，他有这个主题，问我要不要拍看看。跟我伙伴讨论之后，我觉得蛮有趣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用他的主题来拍一支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有想到什么新鲜或有趣的主题呢，也欢迎私讯给我。那如果我们讨论之后觉得很有趣，那我们就把它拍出来给大家看。那有任何问题呢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。我是健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无人岛见，无人岛，拜拜，无人岛见。突然不想面对，是不是？嗯，感觉错了。你刚刚说过的话，要重选一下，没有机会了。